没看着陪同拿了，肯定把钱给卷走了。张浩，你要是不还钱，就等进局了吧。你给他机会，这骗子给我机会了吗？那可是100万呢！哎，看看你们的张大老板，没买上号吗？所以啊，投资需谨慎，擦亮你们的双眼，小心诈骗。